adjust your course and leave our restricted waters immediately。海巡署不只用中文，还用英文驱离越界船只，为的是加强国际宣传。十六号一天就抓到四艘中国海警船集结闯入。中国海警巡航编队展开绕行台湾海峡30小时行动，说好听例行维护秩序，但我国渔民很不安。他其实反而是利用各种这种意外的事件，甚至消费意外的事件，反倒要进行他在灰色地带的这个战略。说好听维持秩序，但厦门大学一篇接管台湾的文章更让人觉得动机不单纯，宣称随川普上台可能性越来越大，统一台湾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。文章提到建议北京成立台湾中央工作委员会研究和制定接管后政策，还建议设立台湾治理实验区，用于模拟和测试统一之前的治理实践，以地理位置之便先瞄准金门。治理实验区规划设在厦门、泉州，包括选举制度、简体繁体字、货币使用都是试验范围，想透过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制定政策细节。文章还说，统一只是开始，治理才是检验统一是否成功的标准。台湾同胞求和平、求发展、求交流、求合作的意愿空前高涨，这真的是祖国大陆牢牢把握了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的表现。中国动作频频，敏感文章上架没多久就被下掉。律师陈一凯分析，中国可能不满国民党反台独立场软化，有心把办事不力的代理人一脚踢开，想要自行披挂上阵，意图明显。三新闻叶启豪、梁安宝、SNG 小组金门报道。